Hello，孩子们，大家早，我是冰爸爸。那今天我们要跟我们一些朋友，大家一起去宜兰住2天。那这次我们会走不同的路线，我们不走北宜，也不走那个国道5号哦，高速公路。我们选择先去基隆，哦，吃个烧麦，然后再慢慢的绕到那个宜兰去。哦，虽然这样的车程会多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，那我们今天就走不同的路试试看吧。我们现在来到基隆了，那停在那个基隆火车站旁边的那个南边停车场，南站停车场。啊，现在走去吃那个超大烧麦的话，只要3分钟。我们看一下菜单，这很有很多面，有白面、黄面。那这是什么？吉骨啦，还有烧麦，这个麦不太一样。那这次要几颗？5颗，好。这个叫做吉骨啦，它这烧麦有多大颗呢？放到人的面前比较一下。我的拳头大概是3个，大概跟我的拳头一样大。然后还有点个干莲，先来试一口看看。满满的鱼浆哎，再看一下，里面有包菜啊，然后有那个烧麦皮，然后鱼浆味很浓，听说这是鲨鱼鱼浆。好漂亮！哈哈哈哈哈！好漂亮，真的好吃。然后这是小碗的面。对啊，就小碗就够了。这小碗已经堪比我们新庄的大碗。对。哎呀，安尼这30块啦。对啊。啊，这烧麦你看，一克那里一口塞不下，这样一颗才12块。哦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吃了。炭烤烧饼，经过了这一家，然后我们佩佩忍不住想要买一个。我们刚去吃的那个阿本小吃店就是超大烧麦，它就在那个，你只要停在停车场，然后走路过去大概3分钟就到了，很方便啊。然后它烧麦还蛮大颗的，另外我喜欢它的白面，一碗30块，其实分量就蛮多。那我们还有点瓜莲。还有一个什么奇亚骨，吃起来感觉像是竹轮。它那个馅哦，老实说很特殊，我也不太肯定能吃到什么东西。你要说菜也不是菜，说肉也不是肉，感觉比较像鱼浆。听网路说是鲨鱼鱼浆啊，啊，不过分量真的还蛮大的。你如果像一个大人啊，吃5颗一定就已经很饱了，很够了。那5颗才多少？哎，60块呢，一颗才12块，所以如果再搭配一个白面，哇，才90块，不到100块解决一餐。还有它周边呢、啊，还有很多卖早餐的那个选项啊。对啊，看是西式、中式饭团什么都有，在火车站附近而已，非常方便。好，那我们下一站要去南雅奇岩，哦 ，Let's go， 耶、yeah ，好，走吧，就是这样了。这样让你很简单的就走到海边了，就走到海边了，那就南雅奇岩了，就，哦，旁边这个不会有点痛，因为这个是有刺的，哇，这边岩石很特殊的形状吧。对，有信义带路，耶。好，南雅奇岩，哦，这边还蛮漂亮的。哦，靠中岛实在太乱了。
不过风景很漂亮啊。准备上车。我们刚刚逛完了南亚奇岩，它这停车场走路过去一下子就到了，这是一个超适合烤肉的一个地方。烤肉那边应该只有一个吧？只有一个，如果有人抢走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个在现场的风景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哦，那些那个岩石的纹路、风化炉石的那个纹路非常的漂亮。哦，很适合网美来这边打卡拍照。啊，稍微逛一下，大概这个点大概可以停留个15分钟吧。哦，如果只是拍照的话，对啊，你走那个石头路还蛮好玩的，其实有一点点挑战性。大概这么大点，这么一点点。小孩子也会觉得很有趣。哎，啊，然后这里蛮多潜水客的，他们都从也是来这边潜水。你可以在这边踏踏水就好，然后只要那个泡到水，那个脚踝、膝盖的深度也有。然后也是幼幼班，那里就会有个小水滩、小水池啦。但是深度要自己斟酌一下，如果只是小小玩水还可以。对，很不错啦。好，那我们下一站，由于今天哈来这边太热了，一下去就满身大汗，所以我们下一站直接去宜兰的小豪海鲜。好，Let's go。